那是彩虹桥啦，那个是对对对，有知道红色的桥下面的，确定？对，确定。就前往彩虹桥。我不知道是什么桥，你们不要那么严格好不好？可以查吗？你们什么什么什么？这什么公园？这什么公园？什么什么银行？真的是很逼人哎、欸。哎，气质美声。哎呦。哎、欸，会不会是刚刚艾龙说的那一位？气质美声，异能力啊，郭靖，该不会丫头吧？我觉得郭靖可能是大高美声，有可能。好吧，来吧，听听看吧。好，准备要开始喽。来，气质美声已上线。好 ，Hello。来，20秒，请叙述你现在所在的位置。渝北，开始。最后5秒，有锁的，有锁。然后旁边有很有名的一个夜市。时间到，时间到，我到了，我知道，我知道在哪里。Love， 然后还有那个琴锁，河滨公园类似的。对，河滨公园，彩虹桥旁边的那个下面有一个 L O V 的那个 L O V， 那个你知道在哪里？我知道在哪里，那搞定。到那个临夏夜市后面的那个河滨公园那个入口进去，临夏夜市不是啊，饶河啊，饶不是不是，那个靠近那个什么那个什么夜市啊，八德路那个，对对对对，那个那个叫，突然间怎么去了？通化不是不是，饶河夜市啊，饶河夜市啊，对啦，对啊，饶河夜市，饶河夜市，所以你要去饶河夜市。饶河不是，我要去饶河夜市旁边那个水门进去的 L O V E 的一个装置艺术。对，那是彩虹桥啦，那个是对对对，有知道。红色的桥下面的，确定？对，确定。就前往彩虹桥。我不知道那什么桥，你们不要那么严格好不好？可以查吗？你们什么什么什么？这什么公园？这什么公园？什么什么银行？真是很逼人哎、欸。怎么办？目前你们游戏都还没过关过哎，就是钱拿比较少而已。没有，因为他那个太难，游戏的难度太高。对，难度太高。对，这30秒内很难。那你们有，其实还有想要看到谁？女生，蛮多的，有没有林香啊？一个。开始拉拉队开始了，拉拉队，我从拉拉队名单开始挑，比如说拉拉队名单会很多，子子啊，子子也可以来一下，那个前拉拉队球员果果，体逼果果，就是拉拉队我的都 OK， 蛮想去那个婉婷家的，我们也曾经就是只要有。有事情要有求于他的时候才会找到他，他都他都意气相挺，蛮多的啦，蛮多的，真的玩很大只有就数不完了，超多。对啊，先不要刚刚的，因为你们刚刚第一个猜就猜中了，刚刚那两个声音如果听久一点，我觉得我应该可以听出来。哦，再听久一点，因为刚刚说气质美声会想到的是那个。郭靖，郭靖，但刚刚的声音不是靖九千四。对，刚刚的声音不是，我在回忆刚刚那个声音。有，真的是再听一下就可以听出来。